注意，一艘黄色潜艇正全速进袭本港。根据可靠情报，呢艘嚟自西班牙嘅维拉尼二号拥有尖锐攻击武器，破坏力强。本港将会派出应届甲组联赛冠军杰志，全力迎击抗敌。星期五晚 ，Now Sports Prime，Now Sports Two 直击现场战况。